球速是投不到领先，2-9一坏球。今天古林的速球状况是好的，哇，这个球也还蛮接近的。控得相当不错，那也不是说刻意想要投进去哦，就看这个位置边边角角的坏球，然后能不能吸引梁家荣去做挥棒。滚地球，二垒手拦截助手先传，游击要再往一垒传，一垒这边 out out， 这是一个 double play， 结束了这个半局了。在六局的上半，武林瑞阳虽然被打了两支的安打，但是最终靠着队友的守备帮忙抓到了双杀，让他能够安全下庄。这个半局乐天队并没有办法攻下分数。